我喺呢度做咗40年啦，以前喺深水埗嘅時間咧，又做咗20幾年，總共做咗60幾年啦。係呢位教剪啊，跟咗我最耐噶啦，啊60幾年嘅呢啲，呢啲啊叫做中國教剪，用人手打嘅，人工打嘅。 我啊叫做陳如東，人人叫我東叔。今年85歲啦，通常咧10點零鐘啦，就出飲完茶出嚟開檔，啊就至到晚頭嘢6點鐘就收工，咁咪一日都喺樹噶啦。我哋啲樹真係啲布就種類多。 過千種轉個萬種啦，佢匹匹不同嘅真係，係啊，有厚有薄有顏色唔同啫，係嘛？係啊，好多繁數，好多繁數，計之不清嘅啫。嚟呢處買布嚟好似尋寶咁尋，你啱你嘅咧睇到合你嘅心水，合你嘅設計咧，你就買。如果你再翻轉頭買，可能就冇噶啦，即係話，係嘛？就係咁樣嘅特色啦，即係話。 仔總數有5個姐姐咧，係可以幫人哋車嘢嘅。咁我哋係一條龍服務，一般譬如好似袋啊、窗簾布啊、被袋啊諸如此類。有陣時興起咧，都會買一啲現成嘅衫翻嚟咧，將佢改良，加我自己嘅構思。 70幾年啊，80幾年啊，香港嘅製衣業蓬勃嘅時間，我哋咧就係收呢個士多貨咧，就去啲大廠嘅收翻嚟，分門別類，交俾啲小型山寨廠。小型山寨廠就家爺仔乸喺樓上幾個車位，係嘛？自己車車嚟咧，就拎佢天光墟批發，批發俾嗰啲嘅排檔啊、屋村啊、走鬼檔啊咁嚟到買，佢係平。 嗰啲陣時就，但係而家整整下就話啲大陸啲貨嚟到咧又平又靚，咁咧你自己做都做唔到，即係話當數呢條衣樹就189檔上下啦，搬入嚟而家得到20零檔係檔主，即係話係嘛？ 去所謂嘅時裝中心嗰個地方，其實係好細，根本唔係可以容納我哋擺我哋嘅品種。將每一樣嘅料剪做少少嘅樣板，咁根本個客都睇唔到。希望可以喺翻呢度咯。目前咁嘅生意，呢啲咁樣嘅搬入去，你交租都交死你啦，根本就係冇得做。 搬你入去，暫時收你平1-2年，大日咪起到啲龜起，咁你點做啊？即係咁樣。有陣時唔係淨係計錢咯，係物質上未必一定滿足到我哋，因為我哋收嘅價錢係非常之便宜。 咁但係得翻嚟嘅開心嗰個job satisfaction咧係好好嘅。啊！我又冇諗過退休啊，因為我亦都係勤力，一雙手啊，做得開心，覺得。 哇！真係越做越精神咁，好似做到變咗唔做得咯，做到唔做得咯。